一双布满血管瘤的双脚，加上10个月都没愈合的伤口，简伯伯却坚持天天穿雨鞋工作。对啊，你有听阮医师的话，你拢无听，你话半年外，我还无好，足危险呢。 急切叮咛来自关怀的心，老人家感受到医师的担忧，放下坚持，换上布鞋。慈济仁医团队定期前往双溪义诊，正值暑假期间，医师们也带来自家儿女加入，看见长者满满的疼爱眼神。 他的孙子，让阿妈可以开心一点。偏乡的地方，他们也需要这个看诊的资源，所以我们要多多帮助他们。被关怀户呢，他通常都是独居，或者是两个夫妻在一起住，有人可以上来关心他。我发现说，让他觉得。 有人可以聊天的感觉，然后有人可以看到他的不舒服，跟他讲他怎么去做，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老人活得更好。除了到府行医，也有定点诊疗，牙科007义诊箱重量超过13公斤，设备一应俱全。有洗牙机，还有磨牙机、吸透器，还有乳室光灯。 为偏乡带来更好的医疗资源，哪怕回程又是一趟崎岖山路，能看见长者身体健康，义诊团队将持续守护爱的承诺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曾修仪、邱绍胜台北报道。